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生科技郑哥。今天这视频咱们讲一下 CCG 合约机器人的追踪建仓。触发追踪建仓后，策略的追踪建仓信息包含当前比例、最低比例、上调比例。当前比例指的是策略当前的整体收益比，最低比例指的是追踪建仓过程中策略尾端收益比的最低值。上调比例指的是策略的最低比例与当前尾端收益比之间的差值。上调比例等于当前比例减去最低比例。触发追踪建仓后，上调比例所达到追踪建仓上调比例的时候，策略马用新订单建仓。只要比如这张图片，触发追踪建仓后，当前策略的追踪建仓信息，当前尾端收益比为 0.969， 也就是 96.9%， 最低比例为 0.9684%， 96.84%， 上调比例为 0.06%。